稣耶稣，朋友告诉耶稣，朋友奉主耶稣，朋友抱一抱，朋友骂到一抖，你烦恼好不好？假如有什么意义，若不小心偷了笑，每日天夜我都要门口的意义，砌在心口的有意义，直受起丑陋的罪孽，今天变为上告别，全心起义。自己没有自己，自己一个才。